許志安呢日出席銀行手機應用程式發布會，講到理財方面，安仔就話同老婆 Sammy 鄭秀文係分開嘅，係咪怕講錢傷感情先？哦，其實本身都係㗎，因為即係其實理財嘅嘢係即係有自己嘅想法㗎嘛，不同嘅理念啊咁樣啦，咁所以都係獨立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咁樣係好嘅，對於一個家庭嚟講都比較安全，分開係會安全啲。另外，安仔腳傷而家嘅情況如何啊？日前嘅温哥華演唱會有冇影響到演出啊？哦，係啊，之前踢波咬柴咁，但係我覺得冇影響嘅，因為我自己又好乖咁樣戒口啊，又即係唔關之前戒口啊，之後冇戒到口啊，咁就好快康復。本來有諗過即係唔踢波啦，咁但係而家諗到個方式可以繼續踢嘅，就係見到個波嚟嘅時間咧，我就走，就唔好接觸個波，咁都叫做係志在參與啊嘛，係嘛？世界盃就嚟啦，冇理由唔踢波㗎。